我好怕。韭菜盒子配花生汤 ，Number One。第三天，现在去找杨馨媛吃早餐，起得太晚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六点多就起来了。新年第一天，新年快乐、啊！睡得很好，竟然啊，大放厥词要看日出，怎么可能呢？绝无此种可能。先去吃早餐，黄泽河。我们昨天说了嘛，我们今天想玩这个密室逃脱。比较推荐各位玩一个非恐的主题，就是证明村。但是它最少需要四个人，不管是哪一个房间都需要四个人。但是我们料不到人呐、啊，现在点名批评上来，真的。你在盐城，这不冷了吧唧的，不来厦门是不是？你多少把钱付了吧，是吧？黄泽，这就是我们要吃早餐的地方，几乎啥都有。走吧，走吧。现在不太知道怎么点，以前来点是要先买票的，一张票，然后就换东西。现在应该也是手机扫码，好久没有来了，得装修了。我们大致尽量每个都点一下。点了花生汤、面线糊、西河豹爪、肉粽，然后五香、韭菜盒子、炸枣，就是甜盒，甜盒里面装那个花生碎的，就反正每个都尽量都小试一个，试一个味道。这个花生汤啊是会比较甜的，但是厦门人会比较喜欢配这个韭菜盒子，是一口咸的下去，然后再还没有完全吞下去，然后配一口这个花生汤，咸甜搭配，来杨先试看看。那确实不一样啊，这韭菜盒子跟我们以前吃韭菜盒子不一样。哦，你拿过来。啊，能感觉到这个神奇之处吗？就是咸咸甜甜的那种，你可以接受吗？这个我可以接受啊。这搭配是不是听起来很奇怪，但是吃起来还挺神奇的。它有放那个白砂糖和那个花生酥的，试看看。我觉得花生汤其实还是配咸的更有那冲击感。就是先吃再猜这是什么东西。就是盲猜，但味道都不错的。挺香的，再一个是什么感觉？这芋头里面包着一点肉，这东西是在我新的是认知范围以外，但味道不错。叫了很多，这两位战斗力实在是不行啊。那甜上加甜，那就是老厦门的东西啊。我们现在到对面，哎，但吃这个沙茶面。虽然两位啊吃不动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吃一下沙茶面，我自己也很想吃。两碗，先来一碗吧，对，我看看好不好。来两碗。没有，先一碗，然后等一下可以吃别的，你不要一下顶饱了。我们自己挑料的，对，自己挑，自己加。吃完沙茶面和鱼丸，就是这两碗真是撑不动了，我是还有一点余地的。可以，我们只要回去半碗退房，可以接着吃。哎，沙茶面，你看我的鼻子算厉害吧？我是接到闻到那汤头。这家店从来没吃过，一家小店，但我闻那汤头味道，闻了、就路过，我觉得汤头是应该是比较正宗的。你觉得今天吃的这些里面，你对哪一些觉得还 OK？ 不要哪些，就一个韭菜盒子配花生汤 ，Number One。收拾收拾，没有。杨先生准备退房，退房，我们还在想怎么找一个人可以。成型这个密室逃脱，退完房先去密室逃脱，到达密室逃脱，有2:30，还是我们可以提前开始，好吧？不能提前开场是吧？
四座。好的，我们玩的主题还要换装呢，先去试装试衣服。好像有点像那个寿司师傅。哎呦！方正更衣，拖出去。大内密探林明发，金化。哇！接哇！那我们场景内有一个攀爬环节，那这个攀爬环节呢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今天会来到镇灵村呢，是来到这里执行一项秘密的任务。那这个秘密任务是什么呢？故事要从3年前说起。3年前执掌朝政的人还是楚幽帝，而我们当今圣上高祖还只是一名武将。他认为楚幽帝荒淫无道，无心朝政，便率兵起义杀了楚幽帝，自立为王。后来又寻到这龙脉之力，并把楚幽帝的灵魂镇压在此，并派刘胜、王德、孙海3位大人带兵建村驻守龙脉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不被外人发现这里的秘密呢，于是取了一个假名字叫镇灵村。那在这里呢还有2位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是甄长青和张素素夫妇2人，他们是世代守护龙脉的龙脉传人，身上带有灵力。各位进去之后呢，就需要找到他们夫妇2人进行报道交接。我们就是3位大人吧？我们是3位大人吗？对，你们是大人。对，你们是大人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评价一下这个密室逃脱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，这个场景太屌，太厉害了。就我们刚刚问一下，他们投资了300万来做这场景，到特别在最后的场景，真的是就是亮点中的炫酷，真的感觉是雨水在面前从地上到天上这样倒流，然后最后结束的一幕就是好像时空穿越一样。这个就是不是说解密的太多了。我们等于是用一个这个剧情里面的身份，然后去体验这个剧情。它里面是有这个真人 NPC 的， NPC 都是学过这个表演的，情绪啊、言语啊都非常到位，所以太电影的太好了，所以很有这个代入感。对，然后里面的那个场景也是，这是明朝吗？感觉像是吧。明朝的一个时代背景，这样，装扮啊什么的，哇，真的是活字印刷啊，那个巴拉巴拉，我操，就跟那个北京奥运会一样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然后刚开始进去有点吓人啊，对，稍微有点吓，因为刚开始就有女鬼嘛，对，女鬼，然后深井、祠堂、当铺，还有木匠铺是吧？好，现在杨新元要去机场，下回德国见，德国见。拜拜。厦门我的家，送走了朋友，现在回家和爸爸妈妈相聚晚餐。老妈下厨。对，哎呀，这次回家时间真的太短了，没办法，赶上最后一波隔离，要不可以在家多待8天。其实如果有整整半个月的时间，其实你不错啊，半个月，对啊，对啊，只是8天在隔离。